嘿，我是保罗，那这是保罗的 Touch 随谈第一集，耶，呼呼。OK，所以，既然是第一集的话，我应该先来解释一下这个系列是什么东西。所以我之前有做一些俄罗斯方块的教学影片，那些影片呢，老实说要花蛮多的心思，花蛮多功夫呢，所以我觉得我需要有一个地方，让我能够随心所欲的乱讲，嘿嘿，所以这个系列的简直就是如此诞生，所以我话就先说在前面，那这个影片呢，里面都会是我个人的观点、个人的看法等等，就。那我也不知道会做几集，那也不一定会什么时候更新。反正很糟糕的话，我们就删掉吧，哈，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OK，所以至于我现在在做什么呢？我现在其实是在试着，就是一边玩一边讲话。可是如你所见，真的是蛮失败的。我一玩起来就没有办法讲话了，所以这个系列感觉上好像前途不是很光明啊。至于我要讲什么呢？像我刚才说的，就是讲什么都可以嘛哈。不过如果有人问我什么问题的话，我就可以优先回答他们。那我们可以最基本的，我们可以讲像是比较初学者的问一些问题，像是怎么排频啊，怎么看 next 啊之类很基础的问题，一直到比较进阶的、比较复杂的，像是跟战术有关的方面等等，甚至像是什么是 finesse 啊之类的那种东西，如果有人有兴趣的话，我们都可以来聊聊。好，所以只要我能讲的话都可以了。好吧，所以那我们就 放错了，好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